加我们今天五月飞花嘉年华的活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之一，我是民视主播张小芬，大家好。还有在我身旁的是 Jenny， 她是非常多重身份哦，是歌手，也是演员，那也是 YouTuber， 是非常多才多艺的哦。跟大家 say hello。Ma ayo hapon.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Hello. I am Jen. Yes, from the local Thai. Yes, she.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首先，我们要先介绍这个活动的由来。那么，其实呢，它是五月份在菲律宾举办的一个活动，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盛大。那么，也是五月圣母玛利亚的奉献之一。那么很特别的是呢，在菲律宾呢，他们会用游行的方式，对不对？然后会用走秀的方式来加以呈现庆祝，而且呢，很长的时间哦，持续多久？庆祝一个月哦，庆祝一个月的时间哦。最特别的是在这个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啊，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会选出最漂亮 ，yes， 最美丽。还有他们都会认识我们的啊天主教的一个 Maria Elena， 她是 Queen 哦，一个啊 Queen， 中文怎么说呢 ？Queen 是皇后吗？皇后，对，这对菲律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哦。在最后一个周日呢，他们会用游行，会用走秀的方式，然后呢，会一起上街进去庆祝，对不对？然后会一起唱歌跳舞啊，那么也会一起祷告，祈求风调雨顺，那么祈求作物丰收，而且最后就会选出最美的一位，对不对？好，这一次呢，要非常感谢桃园市政府大力的支持，那么把这一次的庆典形式呢，真实的呈现，而且呢，非常特别的，我们请到了菲律宾的艺术家哦，就是 Yes, that's right, Mario, Mario, 哇，要给 Mario 掌声鼓励一下，因为 Mario 呢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哦，还有他的艺术团队 Fans， 对不对？ Yes.以节庆为精神呢，他们设计出三大的项目来呈现这个五月之花。这三大项目呢，分别是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看到的走秀了，服装走秀。那么另外呢，有比较静态的，像是画作的一个展览。另外呢，也会一起来分享美食，对不对 ？Yes, and that's my favorite. 哇，分享美食是你最喜欢的，你爱吃是不是？真的。菲律宾的美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特别就是有甜。有咸，还有有酸，有酸的，哇，难怪今年身材保持得这么的好，对不对？怎么吃都吃不胖，因为菲律宾的美食太有酸的吗？有酸的。好哦，不管怎么样呢，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呢，我们有这个菲律宾的小点心提供，所以现场的朋友，你可以到报道处去拿兑换券，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换这个菲律宾的小点心哦。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另外一边呢，还有这个 DIY 的手作体验哦。那么也请各位朋友呢，可以到这个现场，哎，看到有小妹妹，耶、yeah! ，可以去 DIY。试试看来做一下手作亲子体验是非常不错的哦。好，那我们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呢，照惯例哦，因为这个是菲律宾很重要的活动，是的，所以呢会先唱国歌，对不对？对。好，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菲律宾的歌手来为我们献唱国歌，我们邀请他 Mr. Butch Riolino to sing to us our Philippine national anthem and I'd like to request everyone to please stand up.我们请各位请起立。Bayang magiliw, perlas ng silanganan, alab ng puso sa dibdib mo'y buhay.Lupang hinirang, duyan ka ng magiting Sa manlulubi, di ka pasisiil Sa dagat at bundok, sa simoy at sa langit mong bughaw May nilagang tula at awit sa paglayang minamahal Ang kislap ng wataw at mo'y tagumpay na nagniningning Ang bituin at araw niya kailan pag may di magdidilimLupa ng araw ng luwal Hatid pagsinta Buhay ay langit sa piling mo Aming ligaya ng
ang mamatay nang dahil sa'yo. Thank you, maraming salamat. 好，今天呢，在现场大家有没有发现说，Jenny 的衣服很特别，很漂亮呢？是，这完全是手做的。我们请 Jenny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件衣服的特色，因为这跟我们等一下的走秀呢有相关性，因为我们的走秀呢要呈现的是菲律宾的一个特色，对不对？是，那我要补充一下，因为Mario Sobaldea 刚刚你说他有 a face，a face 叫做 arts。Fashion Charity Event， 所以每次都会办一个活动呢，它不是只有走秀，美美漂亮的菲律宾模特，它会特别帮忙我们加强菲律宾有生病的朋友，或者一些在台湾，是我们的那个四月份我们有办一个走秀，它有帮忙到一个菲律宾这边的朋友，是那发生什么事呢？它发生这边车祸。然后那个钱呢就有贡献给他，还有因为我们的走秀的活动呢都是自己做自己用，好像有人很多人很期待，很期待，你也是，对，没错。我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眼睛一直往现场的各位贵宾，因为我们的市长，我们桃园的大家长已经莅临现场了，大家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好吗？一起欢迎市长郑文。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市长今天莅临，我们先邀请市长上台跟我们说几句话好吗？谢谢，谢谢市长。Let's hear it from our Taoyuan City Mayor。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新竹民文化会馆来这个主办的五月飞花，后面用西班牙文写的这个 Florence de Mayo， 这个是。这个意思是五月的时候，那菲律宾的女孩然后接受这个祝福，那佩戴的鲜花，然后这是一个他们的嘉年华。那 我想我们台桃园新住民的人口，那我们办了很多的这个印尼泰国越南的文化活动，我们像今年策划一个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文化活动。那我自己到菲律宾旅行跟访问很多次，我当市长以前我去访问过七次。对啊，对菲律宾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包括在地的文化，包括这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留下文化，都有很深刻的印象。那菲律宾人很热情，非常热情，然后天生是歌手，天生是 dancer。没错，然后很注重生日，哇！生日宴的时候，每个餐厅都好好热闹。那 我希望我来算一下我们桃园的这个，对对对，来，我看一下。very good。总共桃园新住民人口是六万，扣掉中国籍的38000人。大概是有这个22000人的来自东南亚四国，其中菲律宾籍的有将近1800多人，最多的是越南籍的11000人，所以我想菲律宾籍的我们要给他们多鼓励。谢谢谢谢，然后也那因为五月嘛，五月是菲律宾雨季来临之前，那么也是这个唱歌跳舞祈求这个丰收，那五月也是春天的季节，大家也是这个打扮成为天使，然后带着鲜花，那接受这个圣母玛利亚的祝福，然后祷告，然后上街分享。我想这个文化现在在这里了，如果下次可以封街了，哇，对不对？哇，太棒了，太棒，找一条比较适合来封街来让大家跳舞。我们也很欢迎市长。那当然，我现在是新住民文化会馆，这里可以办展览，培力的课程。
那我会在中立再设一个培力中心，好，一南一北这样子。但这个馆还是非常重要，这个馆本来是桃园分局，那个翁群仁分局长说，这个馆重建以后，比他的旧团比分局还漂亮哈、哦，这馆比较有味道了哈、哦。谢谢谢谢。啊，这个是我当时决定用这个主题哦，让新住民可以使用。那希望大家喜欢。不过今天好像有个设计师呢，帮我们设计的服饰，玛丽欧。没错，玛丽欧。玛丽欧在这边。玛丽欧是非常杰出的菲律宾艺术家。而且他是哦，第一个拿到台湾街头艺人执照。是的。听说他决定落脚在台湾。哇！掌声，很开心。好、哦，有没有任何的 girlfriend？ 有了。哇！好，欢迎落脚的。那希望这个五月飞花的嘉年华大家喜欢。那我想各个国家的文化来了就带进来，就成为我们桃园一部分。桃园是很开放的，很多元的，希望大家喜欢。还希望各个新住民的团体哦，可以帮忙多参与，好、哦、多互动。好，谢谢大家。谢谢市长，谢谢市长，先请留步。谢谢。因为我们的这个参加这次参展走秀的人员们都希望跟市长来拍照，所以我们请人员上台。